今仔日是正月初二，伊咱人年啊，伫菲律宾毋是真闹热啊，但是伫中国当然真闹热，伫新加坡、伫香港、伫台湾，咱人年个气氛真好啦。菲律宾是圣诞节加 New Year， 但是咱人年咧，恁只是一日的好日尔吼。我有十年的时间啊，每一年的受难节、国外节、圣诞节，拢是伫马尼拉。所以这方面的信息我讲真多伫马尼拉，但是每过去的咱人年啊，我拢是伫新加坡。所以真少伫菲律宾讲到咱人年的信息。啊，今年啊，虎年啊，咱毋通去互人虎去啊，咱你也毋通去虎人咧。但是每一年过年啊，咱拢听到一挂歌，即阵过年的歌也好听，亲像圣诞歌啊，即阵 traditional hymns。几百年的时间，唔是无新的，新的无办法写比旧的搁较好，所以流行袂起来。咱搁是唱来唱去，唱几百年前的《Joy to the World》《Silent Night》这首歌。过年也相像的，真侪歌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写甲真水，所以最近的歌哦，有人写，但是流行袂起来。啊、我相信恁伫菲律宾啊，应该听过一个。恁若是用国语来吟嘛，是正月初一头一天，家家户户过新年，大街小巷街灯彩，炮竹响连天。在你听到这些歌啊，我相信你的心会叮当起来，因为真好听。啊，每一年过年哦，恁爱过年无？咱俗语咧讲哦，囡仔欢喜过年，大人烦恼无钱啊！啊，囡仔过年穿新衫，大人过年疼心肝。但是无管怎款啊，一年一年哦，咱过去。啊，中国有一个对联哦，安尼款写：年难过，难过年。年年难过，年年过，啊，这个是上联啊，这下联按照对嘞。下联是讲人惊死，惊死人，人人惊死，人人死。啊，这个对联是对个真水啦，但是咱过年过节啊，莫讲死死死啦，这个还落去。过去的一年啊，二零二一年过了安怎？我看大家心中有真侪感触啊，这个 COVID 啊，种种的问题，种种的困难哦。但是咱过去了，当咱看新的一年啊，2022年，咱有啥物盼望呢？有啥物祈求呢？其实伫旧年的这个时阵，都是一年前哦，新加坡的部长啊。就讲哦，这个疫情啊，可能会连续到四到五年啊，并且伊早就讲哦，可能咱逐年啊都要签这个 vaccine 啊。但是两年过去了，2020、2021，即阵啊2022，咱对新的一年有啥物盼望，有啥物听候咧？一千年前啊。中国是宋朝啊，当时有一个宰相名做鲁孟则啊，我相信真侪人无啥物捌这个宰相诶。但是伊细汉的时啊，厝内真宋向，但是伊真有天才啊。过年过节哦，家家户户写对联啊，但是伊要写啥物呢？伊就写了一副对联啊，
上联讲二三四五，下联六七八九。你怀念啊，伊讲南北，则人行过啊，看，哎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咱中文啊，都是真趣味啊，真正特别的文字。二三四五啊，欠一缺一啊，伊讲无三千啊。六七八九呢，少食啊，无通食。则怀念南北什么意思呢？没有东西，无物件，所以这个路梦境啊，细汉的时真爽向，但是长大以后当状元做宰相，伊也写过一挂哦，也艰苦的对联啊。所以恁若是有兴趣啊，你该 Google 一下，即些拢总看会到哦。但是对联啊，有真好的意思，但是咱唔通哦。用家己的学问啊，去攻人啊，所以有一个人写一对联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忠孝仁爱，礼义廉。啊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怀念还是南北？这个是创地人的。但是你有学问啊，唔通去创治无学问、较无学识嘅人，选两个人到啦。所以当你看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未记八忘八啊，这个是中国人咧骂人嘅。忠孝仁爱礼义廉耻，伊讲伊无耻，未见晓。南北咧不是东西啊，啊，当然咱唔通安尼看去。讲别人啊，你有学问，感谢上帝。但是学问唔是看袂起别人嘅本钱啊。所以新嘅一年哦，你有立什么愿无？啊，这个是我顶几年写嘅。新嘅一年啊，为人坦然啊，可言可方啊，睿智审目，待人不怒啊，处事不傲，办事不苟，生活不腐，知足安乐。心智这善，勤于伸张，蒙主喜悦，利己益彰。啊，这个要用闽南话来读较艰苦啊。所以，咱每一年应该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你要做什么呢？那昨日正月初一，今日正月初二，这个春节的吉祥议题啊，咱生活。到到原位啊，有个人今日就去上班咯、哦。过年餐餐美味啊，消化系统啊劳累，消化系统劳累啊，家己身体宝贵，开始清理啊肠胃。新冠疫情肆虐，继续小心应对。那今年诶，好好成为明年零卡解脱。清早加啉活水，暗暝祈祷去睏，有主同工得力，彼此相爱珍贵。同步甲主同步新年，愿祝祝愿灵命跃进，所以但愿大家过一个好年，然后新的一年咧，甲主同行。甲真侪无相的礼数啊！我唔知，我无注意啊。伫菲律宾，你若到个正月初七啊，有人 greet 你 Happy Birthday 无？伊讲这个是农历每一个人的日子啊，这个是中国一个风俗啊的讲法。但是演化到今仔日哦，正月初七伫新加坡，恭贺大家 Happy Birthday， 因为是人的日子。其实这个有一个故事啊，正月初一啊，到初六哦，中国人讲这个是正生的日啊，所以你知影初一是人的日啊。到底初一到初六是什么日呢？伊讲初一是鬼日啊。啊，我今日无时间来讲这些
较深入的讲啦，伊有一个道理的啊。然后初二是九日，初三是猪日，初四是羊日，初五咧牛日，初六咧白日，到个第七日咧是人日。所以头六日是正生日，第七日是人日。其实咱若读创世纪啊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然后第六日创造人。可能这个记载啊，传传到中国啊，歪去了。所以中国人讲的啊，淡薄像圣经，但是淡薄离开了。所以当咱来看哦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帝啊，先创造啊，诶，叫诶提叫啊，报时辰诶归啊，然后甲人做伴，保护人诶狗啊，然后互人做食物诶猪啊，落来互人献祭诶羊甲牛，为人做工诶马。然后呢，这个环境啊，为人备办好势，上帝呢就创造人，所以这个是中国的故事啊。但是今仔日呢，我要用较侪时间哦，跟恁讲圣经中的真嘅出入。恁读圣经可能无去注意到啊，但是恁若是研究一下，圣经中有五件代志啊。甲正个初一有关系，并且咱你若是问哦，这个新年啊是什么定的？啊，你可能讲咱的腊日是照日头啊，地球是日头一年就是一年啊，但是阴历啊，咱讲农历是月亮是地球一款一个月。然后，咱有农历、有公历，这个腊日啊，正月都是头一个月。其实哦，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跟咱讲，耶和华伫埃及地对摩西、阿伦讲：，恁就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。所以，什么时阵是新年的正月？一年的头一个月是上帝定的。你犹太人的腊日跟咱的有一寡无相，伊的正月呢，就是咱受咱的主耶稣受难、受死、过活的迄一个月。所以犹太人的正月啊，就是因庆祝逾越节，甲是咱讲判过节啊的迄一个月。但是咱倒转来创世纪啊，一步一步看。上帝所讲的正月初一，头一件事呢是创世纪啊第七章。咱拢知影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，讲到上帝用洪水、大水啊灭尽全地。第七章的十一节、十二节安尼记载，当挪亚六百岁。离过十七日，迄一日，大雁的全员拢离开了，天顶的窗户也拍开了，四十米日降大雨伫地上。啊，即阵日子哦，拢有特别的意思。犹太人看数目字啊，是真重要的，十七啊。一通讲是十二加五，这是你讲十加七。十二是一个完全的数目，亲像十二支牌。五是有标稳定，所以十七讲到完全的稳定。而十啊，真简单，十全十美。七呢是人的数目字，也是表示完全。所以。十七啊，的意思是完全的德性。
但是你若是看创世纪十七，这个第七章，讲到二月十七日迄一日，却是大水平落来的日子，怎样讲是完全的得胜呢？但是我要请问诸位哦，你知影咱的主耶稣基督是伫多一日过我升天的啊？过我多一日过我，主耶稣受难、受死并十字架，过我是真个。但是伫无国罪迄一日，主耶稣为咱受难，必定是一个受死。迄个是正月十四日，三日后主耶稣对死来告我，所以告我罪是多一日的正月十七日。主耶稣的告我带来完全的得胜，成了的救恩。所以主耶稣最尾一句话成了，但是二月十七日大水平落来，原来上帝有特别的旨意。一直大水未来以前啊，已经吩咐摩西，你做一只大方舟，愿意入去的人拢会做入去，但是最尾只有挪亚一家背靠入去方舟。因得救，并且一对一对的动物啊，无洁净的一对一对，洁净的七对。所以中文里这个准里啊，是方舟加背靠。咱若是继续来研究这件事啊，创世纪第八章啊，十三节到十八节，到挪亚六百零一岁。六百零一岁，正月初一日，地上的水拢干了。挪亚掀起方舟的盖，观看，就见到地面上干了，会淌出方舟。啊，我请你注意哦，这个是圣经头一摆讲正月初一日，这日有啥物特别呢？经过真侪年日的，你想看卖，二月十七日大水平落来，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，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呢。因伫船内的，因未得行出来，拢是大水，其他的拢淹啦、淹死啦。正月初一日啊，地上干啦，雨停啦。因开始看到地上干啦，挪亚就掀开这个方舟的盖，伊看到什么呢？伊看到地面上干啦，会淌出方舟了。咱有一首新年的歌哦，《大地回春》呢。看那大地回春，咱也听几十年了。但是我将这首歌的歌词啊，给改。请看万象更新，大地充满新希望。新的一年，万象更新，咱有新的希望，也有新的使命。啊，咱在主内面，新的一年，奉献家己，阿罗上帝，阿罗的歌声唱袂停。所以，这个是一首新年的诗歌。亲像描述挪亚掀开方舟的盖，看到这个大地干了，会通出方舟。我请你搁思想一下哦，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呢，挪亚甲伊一家口啊，伫这个方舟内面啊，啊，这个唔是 cruise， 唔是去玩的，真好佚佗的所在咧。你想看卖啊？有唔知几千几百种的动物，一对一对伫遐咧，因放屎放尿的，迄个所在应该是真臭的咧。挪亚因一家得救啦，但是因阿未行出方舟的。感谢上帝，真侪兄弟姊妹信耶稣受洗，
但是你的环境有改变无啊？你若是亲信主了后，徛伫信主以前的环境，尤管是罪恶、阿脏、争吵的环境内面，虽然你得救啊，你的生命无更新啊。所以，咱就要行出方舟。你多一日行出方舟呢？正月初一日，所以但愿啊，咱每一年看到新的气象，看到上帝的带领，上帝赏赐的新的恩典，咱也特别领受新的智慧，有新的知识，然后踏出新的一年。紧紧的第二件事，出埃及记的最尾一章四十章。超级赞！耶和华对摩西讲：正月初一日，你就要入去帐幕。摩西对埃及中将以色列人带出来，过红海来到旷野。上帝透过摩西颁布十诫律法，但是伫出埃及记的最尾一章啊。上帝吩咐摩西，正月初一日，你就要入去帐幕。啊，你若是注意啊，对二十五章开始，上帝就甲摩西讲，你这个帐幕要怎样做？寸尺、材料，安怎做？这个工就要安怎？拢讲甲清清楚楚，讲了十四章的经文啊。对二十五章到三十九章啊，十五章的经文，然后落尾一章四十章，上帝讲正月初一日，你就入去帐幕，所以摩西就开工做这个帐幕。那今日当然我唔是要讲帐幕，但是要讲帐幕啊，你就要给我加几落点子。但是真简单的讲，这个帐幕什么意思呢？敬拜。当因伫埃及做苦工四百年，伊有敬拜无？因无休困的日子诶，也无好日诶，逐日就要做苦工。因只会通对上帝讲：“上帝啊，来拯救阮！”上帝陪伴了摩西，将因带出来。带出来以后咧，上帝就教导因十诫律法。所以你信了主，你就要来礼拜堂。你就要上摩道班，阮就要教导你圣经的真理，然后你就要学习怎样敬拜。所以领受了上帝的道，信了主，你就要来学习怎样敬拜。真简单的讲哦，这个会幕啊，分作三个部分。外院、内院、至圣所，诗篇一百篇跟恁讲哦，你着亲身进入耶和华的院的门，对唔住，你着亲身进入耶和华的门。你这个会幕只有一道门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讲什么？我就是门啊！你着透过门入来，唔是对门入来。十七，所以你就清下入门，你来到外院，你就要对外院进入内院，怎样进入呢？俄罗入伊的院，所以咱清下进入耶和华的门，俄罗进入伊的院，然后来到至圣所跪落敬拜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就要受教，感谢上帝。你若是看出埃及记四十章十七节，摩西用了足足一年啊，第二年正月初一日，帐幕就立起来了，建立你对上帝的认识，感谢俄罗敬拜上帝，你需要被建立、被造就。所以摩西用了一年的时间，将这个帐幕立起来。
请问诸位，你愿意讲我要用一年的时间将这本圣经好好对创世纪读到启示录，好好的研究其中的一本两本，然后在上帝的话语建立基础，我也要建立对上帝的敬拜，学习怎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。所以我们就要对青社入门，通过恶路入医来到至圣所跪落敬拜、这个需要时间来建立。所以摩西用了足足一年，他第时开始呢正月初一，第时结束呢正月初一。所以你若是会晓来认捌上帝，感谢上帝，你若是会晓来敬拜上帝，徛立伫圣所敬拜仰望主的主容，予我被改变，借着主的道甲圣灵，仰望主的大能力彰显伫咱的生命中，这拢需要时间。所以你看，头一个正月初一，挪亚掀开方舟的盖，看到地大了，会通出来了，你就要出来。第二拜讲到正月初一，咱来建立帐幕，建立对上帝的认识，对上帝的敬拜的帐幕。这个帐幕成为以色列人的中心。今日呢，礼拜堂应该是你生命、你生活的中心。当然，你拜一到拜六，可能你做去做工做事，但是到拜日的，你就来到礼拜堂，这个是咱生命的中心，来献就咱的俄罗甲敬拜。咱来看第三件事，历代志的29章第二节第三节。这一章的经文讲到一个好的王，就是希西家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的祖大卫所一切所行的。元年正月，开了耶和华殿的门，重新修理。这个希西家是一个好的王，他以前的王啊，几路的王拢是无好的，荒废圣殿，荒废律法。所以元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做王的头一年的正月，他开始来做王，有真多代志要做啊，亲像一个新的总统就任啊，有真多工作要做。相信希西家也是受伤，但是他做王的头一年的正月，他做一件事，开了耶和华殿的门，重新修理啊。咱有一个真好的风俗的，过年以前啊，就清屯了。咱有真多风俗，过去啊，你过年前就要将祭行清啊，然后清屯啊，清屯什么意思？大扫毒啊！你的面床卡毒后面啊，真多土粉啊！你就该掀开拢总该清扫，无好的粪扫阿针拢该堵塞去。新的一年新的气象，但是这个是外在的，在你厝内，咱心中啊真多阿针啊！咱的恨啊、恶啊、怨妒啊，我看咱伫新年啊，也得要清理一下。这个黑色家啊，伊对正月初一日啊，洁净起啊，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拢，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，到正月十六，甲洁净完啦。咱实在就要清屯了，家里阿占了的东西，
真久无去动呢，真侪土粉呢，咱就考虑好势，甲清好势，甲是甲堵塞。咱的心中无好的思想，无好的观念，咱也着要堵塞。什么时阵开始做上好呢？迄世界予咱一个榜样，伊正个初一日才开始。但是你想啊，因积的这个粪扫有偌济个？到甲正个十六日啊，甲洁净完啦。所以咱需要一寡时间哦，来对付家己，予咱的生命更新啊。你上好的时间。开始的时间是正月初一日的。第四件代志啊，《以斯拉记》第七章第九节，以斯拉是一个文士啊。当时伊被掠到甲巴比伦，但是巴比伦和这个波斯所灭，波斯的王哦。竟然允准犹太人倒去耶路撒冷，这个文士啊，以斯拉，伊正月初一日就对巴比伦起行，你这条路真长啊，也真歹行。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，所以伊这条路行了偌久呢？足足四个月。你可能讲，哎呀，既然这条路遐长啊，我过了年才来起身啊。但是文书意思啦，给咱一个榜样啊。你唔免阁拖，唔免等，正月初一日开始做上帝要你做的事，开始做咱应该做的工作。这则经文啊，中央这一句话，我真正爱啊。因以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伊，感谢上帝。你若是正月初一日开始做上帝要你做的事，我相信上帝的应允会临到你的身上，上帝施恩的手会帮助你。所以，即使若是你今仔日讲，我要今年好好的读圣经。甚至你立志讲，我要对创世纪读到启示了。你讲我要学习敬拜，甚至我要来学习带领敬拜，学习怎样称谢、阿罗、跪落敬拜，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我相信你这条路，可能你敢那亲像。意思啦，五月初一日，你就到了耶路撒冷，达到你的目的。意思啦，这个文书真特别，伊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各种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我服侍的年日啊，我以意思啦。为我的榜样，先立志、定志、考究耶和华的律法。你就要知影，你就要去研究。所以，阮就要用真侪时间来读圣经。但是，你读是一件事，定志一件事，考究一件事，遵行是上重要的。所以，即使我叫你做，我无做，这个无公平，也无理由。啊，你就免听我了。所以，我研究，我做，我遵行，我就要先遵行，然后我才有资格讲，我将律例典章来教训人。意思啦，安尼款做，到甲正月初一日，甲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。所以你看哦。一正月初一日起听，五月初一日到耶路撒冷，然后伊教导以色列人，凡那有无遵行律法的，伊拢来教导来查清。特别因中间有一件大事啊，
这个不是异族通婚的问题哦，你唔通误会。上帝不是反对异族通婚，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啊，因嫁娶外邦人，然后带着外邦人，伊所嫁、伊所娶的外邦人的信仰拜去偶像啊，这个是唔对的。所以，咱就要将对方引娶因来信咱这位独一的上帝，听咱的为咱上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，以斯拉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查清这些做不对的代志。所以，你看，以斯拉正月初一日起程开始。一开工，五月初一日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定制考究尊敬教导正人，阁用了大半年，正月初一日，甲完成伊的目标。然后咱来看第五件事哦，另外一位先知以西结，以西结书二十九章十七节。27年正月初一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，然后45章18节，佫提到正月初一。主耶和华安尼讲：正月初一日，你就要摕无破相的公牛囝洁净圣所。原来以西结所面对的啊，是圣殿的时间已经荒废了。已经阿占了，耶和华上帝必先知以西结在正月初一日来洁净圣所。感谢上帝，咱今仔日唔免阁献祭，因为咱知影希伯来书第九章真清楚地甲咱讲，第十一节，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咱信主耶稣基督。这位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迄个各大各全备的账目，唔是人所做，也唔是属乎世界，并且唔是用山羊甲牛羹的血，乃是用家己的血，只一摆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所以感谢上帝。咱就要伫正月初一日咯，肯定咱的信仰。咱是因主耶稣基督为咱上十字架，伊伫十字架顶为咱流宝血，成了咱永远赎罪的事。所以一方面咱唔免献祭，一方面咱就要来纪念这件事，纪念主耶稣赎罪的大恩典。你这个日子真正特别，所以当上帝对以色列人讲，恁就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，恁就要纪念这个日，守为耶和华的罪，作为恁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其实咱一年哦，过几落百一年耶，咱一月一号啊，过年耶。咱人正月初一过年的，但是受难罪迄一个月啊，是以色列人上帝定为正月的日子的，所以咱也特别伫圣周以前，圣周啊是对初十开始，十四日判过罪有偌罪，主耶稣为咱上十字架。三日后17日，正月17，主耶稣对世来国话，咱就要世世代代来纪念这段日子。所以一年过一年过起来，你已经过几十年了，我已经过70年了，人生70过来去啊，
你难给难给你，你你难给你你给。你若讲难给你，对今年开始，咱唔通讲难给你，因为咱有主同在，有主引带，有主爱的恩手带领帮衬。所以咱过来学习一下哦，正月初一日的挪亚行出方舟啊。摩西入去帐幕，希西家洁净圣殿，以斯拉就去听，以西结行主的道啊！我相信这五段的经文啊，恁就要记在头脑内面啊。但是为着要帮助兄弟姊妹，更加容易记哦。咱就用过年这首诗歌来吟嘛，所以正月初一头一日，咱拢所算主恩典，对年头的到年尾，上帝看顾你。哈利路亚，阿罗主，荣耀归天父。所以咱头七节安尼款吟，即为对年头到年尾看顾咱的上帝。咱就要来阿罗伊，咱就要来所算主的恩典。然后，咱透过头先咱所讲的五件事啊，放入去这个歌词内面。所以，当你唱起来咧，你会通印象真好。挪亚、摩西，然后希西结，然后以斯拉，然后以西结。所以，你会通安尼吟。正月初一头一日，挪亚掀起方舟歌，边境对面上打了会通出方舟。正月初一头一日，摩西就入去帐幕，遵照上帝的吩咐，诚心敬拜主。正月初一头一日，以西结洁净家。对唔住，正月初一头一日，那是个洁净家己，开了圣殿的大门，重新来受礼。正月初一头一日，伊斯拉客厅上路，主的恩手帮衬伊，到了耶路撒冷。正月初一头一日，主耶和华安尼讲。以西结着现牛羹，结珍珠成熟。所以，但愿咱对年头到年尾，上帝看顾。咱新的一年特别正月初一，咱所算主的恩典。所以我要恭祝大家新年蒙恩，恩上加恩。咱来所算主的恩典，因为这位上帝。是对年头到年尾，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。这则经文是《申命记》十一章十二节。真多新年的歌啊，真好听。我将其中一挂先唱《贺新年》啊，贺新年，祝新年，新年来祝恩天，将伊改作啊，适合咱。基督徒来颂扬阿罗主恩典的歌词，在这首啊，多少往事主都亲手带领，期望从今是否更殷勤，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，福力向前传着福音。所以咱免跟着世俗迄个歌词啊去吟，咱吟出哦主的恩典，吟出阿罗上帝的歌声。所以，但愿咱伫新的一年啊，看到耶和华祝福满满满伫诸位的身上，感谢上帝。我分享到这，祝福大家。但愿咱一年过一年。应有上帝，君地主耶稣基督，有圣灵的充满，咱来做美好的见证。感谢主。